孙安佐和直播主女友麻吉兔阿奶交往四年，期间迪英还曾拍摄影片甜蜜称呼对方为媳妇。那这位是我媳妇，叫做阿奶，然后统称叫宝贝，以后你们要称呼她叫宝贝，因为她是我的宝贝。这位是我的心肝，这位是我的宝贝。没想到如今却传出两人分手消息。麻吉兔在个人社群媒体写道，不想在感情里当个妈，想被照顾，似乎宣告恢复单身。消息曝光后引发不少讨论，针对孙安佐是否真的分手一事，迪英透过经纪人回应，小孩的事我都不清楚，不管如何都保持着祝福的心情。另一方面，孙鹏过去接受访问时就曾透露，妻子和儿子及女友相处不错，经常一起吃饭。至于自己是否有称呼对方媳妇，孙鹏则表示自己对儿子的恋情态度保持顺其自然，只喊过女方昵称，没有更喊媳妇。透露背后原因，我是对缘分比较保守，毕竟小孩子的选择不是父母可以决定，就像我年轻时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也不希望父母决定。